Hello, Man Club 朋友，你哋好，我系华哥。几十年前咧，我哋只系讲 tea drink， 好少话 tea bar 嘅，我哋只系讲 pollution bar。咁 pollution 咧系南太平洋個島國嚟嘅，好多好多個細島。咁其中一個島叫 Tahiti 咧，係大家地咧係最大嘅。Tiki drink 而家我哋所熟悉嘅所講嘅 Tiki drink 其實係 pollution drink。喺第二次世界大之前或之後咧，之前已經有人做呢種叫 Tiki drink 噶啦。和平之後咧，即係大戰之後咧興起。興起個原因咧就係、是、當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咁好多美軍咧係佔領咗嗰啲群島，咁佢哋咧和平咗之後啦，佢哋翻返美國，譬如話當軍啲啊general 啊好兵又好，同埋高級好，咁翻咗去美國之後咧，佢就佢哋因為仲係一個叫戰爭個氣氛，咁咧佢哋會請嗰啲政治人物啦。upper class 啦，或者係美國啲甚至乎美國荷里活啲明星啦，就大家去聚餐。咁當時 pollution food 咧係一個好新，叫做係好新或者係好特別一個食物嚟嘅。drink 咧係最重要啦 ，drink 佢哋覺得咦呢個好特別喎、哦，有用唔同個 tiki mark 啊，有唔同個 coconut 啊，或者之類之類，咁啊佢覺得非常之。有味道之後咧，就因為呢樣嘢忽然間咧 upgrade 咗，全部 upgrade， 咁咧就當時有當 Beach Combat 啦，就好出名嘅。咁啊，亦都會Trader Vic 啦，即係Peter Virgil 啦，都係兩個人物咧，都係當時係呢種 Pollution Bar 嘅，即係兩個都係一號人物嚟嘅。做酒吧係唔簡單嘅。好似英國啲 pop 咁樣啦，你係拉下啤酒啊，嗰啲係唔難嘅。但如果你想做個 cocktail bartender 咧，係唔容易。任何支酒，你都要好了解嗰支酒個特性。做一條杯雞尾酒啦，冇人會等一個好長時間等一杯雞尾酒。你可能等個餐，等個牛扒，你會等，但係冇人等一杯雞尾酒等好長時間。所以 speed 咧就好重要 ，speed with confidence，speed with quality。而家我哋用緊一種 polar， 一種導酒器，係最快嘅，比普通嗰啲 polar 係快一倍有多嘅。咁點樣控制呢個咁樣嘅 polar 咧？需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嚟training。咁所以你話點樣去 build up 個 team 咧，就亦都好重要嘅，因為 barman 可能有三個 barman， 或四個 barman on station。如果客人要一杯雞尾酒，可能呢杯幾好，跟住下一杯咧係完全唔同味，因為佢哋啊好多時咁嘅情形咧係對住佢哋咧係用 free pour。如果是 free pour 咧，你冇可能可以做到一杯雞尾酒咧係 consistent。所以我哋任何嗰杯雞尾酒一點一滴都要量過。好多人嗰個錯覺，你咁樣量法係咪好慢咧？我唔覺得係。Until you see it。